又是一天退潮日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又来赶海了。哇塞，今天海鳗好多呀！一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今天海鳗好多，不过这个海鳗会咬人哈，抓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哎，你别咬到我哈，我轻轻的夹你，你轻轻的到我的桶里来，轻轻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你别往外跑哈，听话。哇塞，哎呦，这个梭子蟹这个高呀！哎呀，你看这梭子蟹这个满身这个高呀，听话听话。哎哎，你别往外跑，听话啊。哇塞，海螺，海螺一只，收它。嗯，小老弟，干啥呢？走了走了，带你回家，带你回家起锅烧油。哇塞，这海鳗好漂亮。哇，翘的了。哎，这咬人老疼了，它咬人它不松口，它跟别的鱼咬人不一样。我上次被带鱼给咬了以后呢，它只是流血，如果要是被鳗鱼给咬了，它不松手，它这一块疼死我了。哇塞，以前出海的时候被咬过哈，不过这么多年赶海抓货的话还没有被咬过。我关键我会避开它，走，这里这里。来大潮了，鱼就是多，你看看，哎呦，这大龙尾鱼，哎呦，这大龙尾鱼，哎呦，好大，哎，哎，小老弟，哎，哎，收它，进去，对了嘛，听话，哎，来了，小老弟，听话，进去，听话，听话，哇塞，这不是发财了吗？赛赛赛，这不是发财了吗？赛赛赛。哇塞，哎呦，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要不要过来感受一下这种户外赶海生活，一起过来找我玩，过来找我赶海。你看这大梭子蟹，哎呦，收它，这大海螺，哇塞，这不会是个海螺壳吧？哎呀，有肉，有肉双击啊，没肉啊点赞。来了，小老弟，收它。哎哎，你莫往外跑行吗？听话听话听话啊，不要老想着往外跑，你能跑哪里去啊？这个 game over 了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是不是 game over 了？说你刚这个刚死的海蟹是可以食用的哈，刚死的海螃蟹是绝对可以食用的。这大海螺，哎呦，这个肉啊，压着它，防止它要往外跑。走走走，这里这里。哎，你看这海螺，哎，一个，两个，哎，这里，哎，三个，大潮货就是多吧，大潮有大货。哇塞，龙尾鱼啊，龙鱼，你给我上来吧，小老弟，哎，你给我上来吧，小老弟，哎，我去，小花盖儿，收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大了，哎呀，这个是真大。哇塞，这个不得半斤啊，半斤有了吧？你给我上来，小老弟。对对对，进来进来，走走走，快点，看看收获怎么样？快跑快跑，快点跑！哇塞，看看今天的收获，收获满满。哇塞，好了，咱这一期到此为止哈，小伙伴们，下一期不见不散。